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哇，今天台北股市下跌，但是呢我相信今天大部分的投资人心情是比较愉快的。好，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收盘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中场收盘是跌了115点啊，跌了115点。可是 OTC， 你看 OTC 的部分哈，来我们来看 OTC。OTC 的部分啊，来 OTC， 来 OTC， 看见没有，是大涨的，是大涨的、哦、OTC 大涨的、哦、那各位你知道今天上市柜加起来啊，今天上市柜加起来1100多家，接近1200家上涨，今天上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要来得多，所以今天其实是非常开心的。好，所以记得一点，千万不要搞错重点啊，就像念书一样，你不要画错重点啊。今天的盘其实台积电今天下跌，联发科下跌，可是他们的子弟兵却纷纷涨停板创新高。来，这个就不要讲了好不好，我说你们重点，你们不要搞错重点。好，这个资金行情这个我们都不要谈了，这天天跟各位讲的嘛，31升到27块多，我讲外资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你31你汇进来，你汇1亿美金进来，升到28块钱，升3块钱，外资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汇1亿美金进来，他就赚3亿台币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对不对？重点在这里嘛，我说我早就跟各位讲，外资去年卖超一到六月卖了6235亿，整个去年卖超5300亿，我说他一定回补，一定回补，10000这根本不是问题嘛。我当时就告诉你说我在12000等各位，你看差这么远，哪一个老师敢这样跟各位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台积电从元月份一路这样涨上来，涨了 28.5%， 那今天它拉回修正，你看小型股就整个都上来了， OTC 大涨。好，所以记得各位重点在这里，来我们还是看好外资回补元月份，那二月我们先来赚红包行情，每一年的第一季都是最好做的。所以很多人在担心说，哎呀，这个大盘今天回档修正，我说你看看盘的结构啊，我们是开心在数钞票啊，你做对方向真的是开心数钞票，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啊，今天盘真的是很开心啊。来，这6531的爱普礼拜四啊拉涨停，礼拜五今天两天两只600多块钱的股票，记不记得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说做六望七上看八，我有没有这样讲过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从四字头到今天750达正，我目标达正了，几乎达正了，266块钱呢，从484到今天涨停板750块钱呢，750块什么概念？这个266块什么概念？超过50%呢、啊，超过50%呢、啊，爱普。再攻涨停，创下新天价750块钱，短短几天累计幅度已高达266，我都不知道266是多少，要按一下计算机，266除以483，哎，这个大概是差不多5×5左右了，啊，不到60%了，不到60%了，不得了啊！483到今天，到今天750块钱呢、啊，那十张
大赚266万，30张狂赚798万，可能各位会觉得这个数字对你来讲好像从来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数字。但我请问各位一点，我讲的这些东西，我说十年难得一见资金大行情，这不是我厉害，这是什么什么？这是连拜登他白宫的位置还没有坐，他就宣布1.9兆美金新纾困计划。你说全世界资金有多少？真的是啊，太棒了！所以今天台积电下跌，跌得好，对不对？让出空间，让台积电的供应链，让跟台积电有关系的爱普、高盟、独企业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各位讲吗？一直整合，一边是逻辑 IC， 一边是记忆体。他把这两个最关键的 IC 想办法把它整合起来，让它的空间变小，让它的运算效能增加。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客户最需要的嘛。那所以包含像利基电，对不对？爱普事实上是利基电，跟利基电 有关联的。利基电就是黄崇仁啊，他们的公司。那利基电其实在这里，他也宣告说，其实记忆体今年来讲是有涨价效益的。那爱普不仅仅是记忆体，他还是怎么样做一个过去没有人做的，他是一直整合的部分，他可以在有效的空间当中去提升他的效能。所以这个东西我天天跟各位讲啊，亲爱的，我天天跟各位讲啊，有没有？1月7号的时候我跟各位讲，10:46买进爱普484，有没有？天天跟各位讲，我说各位你要注意哦，2天的时间，3天的时间。所以很多人在这里，你看到这个才3天的时间，50块钱的价差，你只要买10张是50万。很多人这辈子都很少赚到一笔交易啊，一笔交易赚到50万，很少了。不多了，不能讲没有了，而且在3天的时间，就像我一个客户，一位李大哥啦，啊，应该算是大哥了，年纪其实他是老当益壮的，你看应该是差不多70几岁啦，哦，可是头脑非常清楚，哎，打刚卡点来嘛，搞到门工，哎，啊，丁老师啊，这个股票能不能买？那个股票能不能买？我就跟李大哥讲，我说李红心了。我说有些公司那个资金潮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卖太早，你不要卖太早，因为你卖掉，未来你会用更高的价钱追回来。所以我说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，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啊。那51块钱，我告诉你还没涨完哦，五宝到549块钱呢。1月12号的时候，我怎么讲？来，这能力。我说报警，改单调调破案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报警？因为刚刚开始，来一根涨停，2天2只，上礼拜有没有？自己红包自己赚，信不信？自己红包自己赚。短短6天大赚157万，6天呢，484到641啊，这个礼拜又是一根涨停，又是2天2只，来2天2只，整理一下，又2天2只，会涨到哪里？我相信很多你的资产、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点的投资人，你们一定会喜欢做这种股票，因为它好进，它好出。其实很多人几千万的资金在进出，他们要的就是这种，能够一个波段这样上去，然后呢，你好进好出，你资金一次500万、1000万这样下去，你要卖随时可以抽身，你要赚。
它可以让你怎么样很开心266块钱几天，从484到今天750还在涨停板呢、啊。来，爱普再攻涨停板750块钱新天价，涨幅266元，手中持股全部获利续报，把咬到底，一波咬到底，有没有？那宇哥其实跟各位讲过，我们就不再重复，因为目标价我们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讲。可是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能在公开场合对非特定人做价位的预测。可是我对于基本面我掌握，我也跟各位讲过了嘛，这是过去没有做，人家没有做的东西，我说前无古人，目前看起来后无来者，那你凭什么给他设限，对不对？所以目标价我很清楚，不管你手中有没有爱普，你有没有爱普，你有没有爱普，有目标价我很清楚，今天涨停板下周怎么走，没有爱普没有关系，我放在这里的股票，我放在这里的股票，请问各位，这三档股票是不是今天都创新高？你们随便去买任何一只，你只要不是今天去追，全部都赚钱。你看我节目，你看我节目，亲爱的，你看我节目，你一定抱得住，是不是？那我的客户呢？你看我节目这些股票都赚嘛，那请问我的客户会不会赚的比看节目的还要来得多？对不对？四星 KY 这档股票来，今天没有涨停板啦，过涨停的，我跟你讲啦，后礼拜过涨停的都跳过了啦。你说老师跳到哪里去啊？跳到四字头了啦，跳到四位数了，不是，是跳到四位数了啦。那这些股票其实我天天跟各位讲，我们就不要再讲12月18的时候我说633买进了四星 KY， 好，这我们都不要讲，因为你看啦，这我每天跟你讲，你也会嫌啰嗦啦，对不对？我每天跟你讲嘛，你也会嫌啰嗦嘛，四星，对不对？四星你看着这样一直算207万，我说现在重点是好，来，这个股票会涨到哪里？会涨到哪里？你要给它设个天花板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633到今天942块钱被分盘交易啦，942块钱啦，942离1000块钱只剩下58块钱，不用一根涨停板，今天收盘收915，涨停板是91块钱，这个是这个一块一跳的嘛，对不对？礼拜一涨停板是91块钱嘛，915块钱的涨停板那就是超过1000了，但是它的目标价在哪里？礼拜一还能不能买？手中有的怎么去做来回操作？手中没有的这边什么时候可以买进？会到哪里？那如果都没有呢？这边这三档股票都创新高，你真的不要再问我了。但是我还有，我待会会告诉大家。好，来，群联今天最高来到422。宇哥不是跟各位讲吗？丁老师问各位一件事情嘛，我说元月份外资回补，当时我跟各位讲外资效益，元月效益，对不对？那你领先外资，让外资来帮你来赚红包，我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这样讲？那你要领先啊，你要领先他嘛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领先？有没有领先？来，外资21号1月21才出报告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把它拉近，这里首次将群联纳入追踪，第一次啊！来往下，目标价上看525元，这是里昂调高目标价，他首次就给他调到525元。我告诉大家，来，你在这里轻轻松松买，今天创新高，每个人都赚钱，有没有领先？李阳在这里调高目标价，他在这里调高目标价，啊，我们在这里买，来，我们慢慢看下去，来，全联一开盘就大涨，啊，各大媒体报道调高目标价525元，我342上下连买7笔单。完全领先全市场，这一档股票会像国巨一样，从三字头，啊，我们三四这边连买7笔，从三字头，哎，导播帮我们拉近。我现在跟你讲，我当然有我的目标价，心里嘛会到哪里？三字头到多少？4字头、5字头、6字头、7字头，只有我知道啊。所以很简单一点嘛，好，把握机会。那我也希望说在这里哈，想做高价股的，喜欢做高价股的，欢迎跟着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好水是健康的源头， Panasonic 采用日本制滤芯，有效过滤重金属、农药毒素，去除有害细菌，先进水再调整酸碱，给你健康好水。 Panasonic 整水器台湾销售第一。 Panasonic。2362-8000，它的质地啊，真的非常清爽，真的可以淡化斑点、抚平细纹，可以光滑你的皮肤。而且它很亲肤、很滋润，很好被肌肤吸收。安美诺，属于你的美丽承诺。在外防病毒，回到家更要全面防堵。伊莱克斯 Pure A Night 高效能空气清净机，消保处抽验，洁净效能第一。空气清净机够高效，才真正有效。伊莱克斯小家电各大通路优惠中。以为洗干净，但脏污一直都在。白兰 4X 酵素洗衣精，99%洗净细菌，有效洁净才是真干净。99%除菌、去渍、抗臭，白兰 4X 洗衣球。气候变迁已是常态。爱水洗水即刻启动，无水生命难以存续，爱水就从日常开始。面对干旱挑战，珍惜每一滴水，今日用心节水，明日有效解渴，一水聪明多用，省水拒绝浪费。省水不是口号，行动才是王道。开始吧。有没有觉得少了一片？那是洋芋片。年年有乐事。别抢了，这是新年头的香。脸露出来，真的很冷。既然这样，也只能够那样了。早安啊！早安啊！会不会太花俏呢？应该说是超级花俏吧。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至6点，樱桃小丸子。
真笑假笑，你会分辨吗？真笑，真笑，不行，这真笑，这看起来蛮假的。来，假笑，有什么差别啊？有什么？B 之峰尝试 B 群 EX Plus 全明星攻略。来，所有东西要有所本。好，那记不记得我很早跟各位讲过一些事情？我说高价股的一个比价效益，资金啊，资金这个推波助澜。那甚至说，我们看这一波行情，你说没有做到联发科固然可惜。我一月八号告诉你 ，IC 设计龙头迈向千元，当时在800块钱，有没有？你看后来外资不是说纷纷调高它目标价了吗？就联发科昨天来到935，我说这个是千金候选人，这大概都嘛怎样啦？所以你可能有联发科，你可能没有，没有关系。没有做到联发科的，哎，我说你真的要注意了，有没有？那四星 KY 对不对？今天不是942吗？就干掉联发科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你们要有一个心中要有一个自己做什么，你要有一个 idea。我在偷偷告诉大家，我心目中第九千金，我告诉大家会是他。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到？到了之后会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该怎么做？我说只有我知道，只有我知道啊！今天来到942嘛，633到942，309块钱了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联发科你没有赚到，我说你要注意嘛，好，那当然四星 KY 在这里，这个我们跟各位讲过了，你有没有四星 KY 都不重要，好，因为它也涨上来了，你有四星 KY 最好，但重点是你要不要知道它会走到哪里，这我跟各位讲的嘛，你有或没有，你当然愿意做四星 KY， 我很乐意，因为我认为它的高点还没有到，爱普也是一样，我也告诉大家，当时我跟各位讲，对不对？做六望七，上看八。好，那代表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概念了，大概知道它会走到哪里了。我们保守一点，我们不敢说100%，可是我心里有一个底。好，那当联发科在这里成为千金候选人的时候，现在听清楚哦，现在资金就转到怎么样？相对本益比合理的，相对本益比合理，台积电的本益比为什么它今天修正？它昨天的本益比已经来到33倍多了。对不对？那一些转机题材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重点来。金星科，好，我就直接跟各位讲，今天礼拜五来9:43，宇哥做事情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。9:43，374上下买进，好，各位去查没有关系。9:47在这里，374这个地方加码，好，也就是说，你前面没有做到爱普、四星、群联的。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市场上资金还在。当联发科在拉的时候，相对极其比较低的金星科，你就给它买进。374收盘涨停板393，19块钱自己赚，19块钱自己赚。这就是我说，有一位陈大哥打电话来跟我讲，当哎呀，好。哦，我爱普四星，我有呢。要么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回操作。我很简单，你让我带着你。可是人都是这样子，你看到爱普四星在涨，一定想说，那还有没有别的股票嘛？对不对？那我就跟大眼蜗公，我你要注意这个金星科，来，我就带着你。你前面没有关系，你就在这边买就是对了。结果一杯十几，我当哎，这个成交量万几张呢，4000张、5000张呢，你买十几哦？哦，无啦，我试看卖啦。好，我试试看呐。好，你一试，来10张，1张19000，10张19万，10000多张的成交量。所以你错过都没有关系啊。来，金星科。创新高393，所有人全部赚钱。
创新高嘛，所有人全部赚钱嘛。跟大股东联发科合作 ，RISC-V 授权金将大幅成长。我预估他第四季单季赚2.5块了。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看，他一到三季赔钱的。这个东西就真的很像什么爱普一样嘛。所以你爱普去年赔5块，对不对？但今天2天2只涨停板啊。这个波段2天2只，休息一下啊，喝口水，再2天2只，对不对？那四星 KY 也是一样啊，这个股票啊，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四星 KY， 不管你有没有爱普啊，没关系；你有没有爱普，没关系；你有没有四星 KY， 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个假日我亲自抽空，想做高价股的，你手中有爱普，有四星，没有想做下一档的，这个礼拜我亲自抽空，好不好？只要你来电，目标价我告诉你，打个电话有这么难吗？想赚钱就要把握机会，来直线假日，宇哥假日加班，今天只要你来电，好不好？我亲自抽空，要赚大的，我等你哦！祝大家假期愉快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